中咧，食神就曾经讲过，煮嘢食最紧要用心。同样地，从事宠物业咧，都一样要用心噶。就好似以下宠物店嘅掌行得主咁啦，佢嘅座右铭咧就系用心去做，凡事都以无瑕嘅角度出发，为佢哋着想。呢个时候，我哋一齐去片睇下。猫 City 毛盛盛，我最喜爱宠物品牌大奖2020，宠物店得奖品牌 Pet Pet Shop。恭喜晒 Pet Pet Shop！ 我哋有请 Pet Pet Limited Mr. Bernard Chan 上台领奖，与此同时再次有请苏依俊为我哋颁奖，有请两位。恭喜晒，一齐影翻张相啦！我哋望一望前方位置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都有请 Bernard 留步啦，为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得奖感言。多謝各位，即係俾咗呢個投票，我哋最喜愛嘅寵物店啦，我哋係 Pet Pet Shop 啦。咁啊，我哋經營咗我諗都廿幾個年頭啦。咁真係要用心去做，同埋覺得無懈係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嘅。咁重要就係我哋嘅家人嚟㗎啦，係嚇。咁係我哋個仔女，所以我哋希望可以俾到真係100%。天然啦，好味嘅零食或者系食品俾佢，所以就即系希望我哋可以坚持呢个宗旨继续落去吓。咁啊，同埋好多谢Mo City 去即系继续支持我哋业界啦，即系可以继续promote 好嘅嘢俾各位嘅宠物嘅主人同埋我哋嘅毛孩，多谢各位。再一次恭喜晒 Pet Pet Shop， 希望可以继续坚持啦，用心做好每一件事，服务好每一只宠物啦。自己嘅风格，同埋开始一间较为破格啲嘅宠物店。即系咩叫破格？就系我觉得传统嘅宠物店可能净系会你要乜嘢 ，and then 我提供到一啲嘢俾你就已經 OK 啦。即係譬如打個比喻話齋，我隻耳發炎，我俾到耳水你就可以啦。但其實有好多因素會影響噶嘛，咁所以我哋會覺得係需要了解多啲嚇，去改變個生活習慣嚇，從而令到件事唔好再發生咯。即係唔會成日話成耳仔發炎啊，成皮膚有問題啊咁樣咯。我覺得都係。用開心的方法繼續去營運，你在產品裏面你灌注了一個令毛孩開心的樣子，令毛孩吃下去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感覺感受的時候，你就會變成一個不同的寵物店，不同的品牌。